Hello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向日葵今天要去玩你追我赶的小游戏，大家快来跟向日葵一起出发。新的关卡，这一关有一个置换，而且还有捣乱的。先找到哪一个是小黄人，可以在灯下看到。地面的小黄人已经找到了，他现在在最后面。天上的那一个也是在最后面。我们现在有一个置换，所以要保证有一个小黄人是在前面的，找到合适的时机去使用置换这个功能。这一关大家都跑得非常快，跑道上有很多不利的因素，所以冲到前面也不一定是好的事情。可以等到赛程过半的时候再往前冲。差了一点点，不过还好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三名，成绩也算不错。这一关新出现了一个路锥，它不会放好人过去，所以小黄人跑不到它的前面，会被它拦上。可以先不用使用加速，等到最后快到终点的时候来一个冲刺。正好最后结尾的时候路锥也消失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